来吧，名玉璧箱子开起来，20箱，来未看先猜，20箱至少80万起跳。第一箱就直接来个50万吧，来1万、1万、2万、1万。赞！什么东西？今天直播我觉得我们到这边就好了。我觉得今天好像也不用尬爆啊，这个礼包我不敢开，不开。27万，1:1.7，真是我来了。屠龙者礼包，有屠龙者，有屠龙者哦，有希望吗？有希望屠龙者吗？一次全开，一次全开了，屠龙者。好吧，我们还是把目标放在鸟上面，好吧？来鸟，我今天的目标是不死鸟，准备了，第一抽，不死鸟你有了，这么稀有的娃娃你竟然有，不死鸟有台服有的人不多啊，开起来，第一抽不怎么 lucky， 来吧 ，go， 第二包，全开。来一个吧，第三包再来一次。转的过程中莫名其妙突然全开，来一张红的或紫的，这怎么都没有，我怎么会？台服直播台最后的不死鸟，第一个很有希望哦，连个蓝都不给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台服鸟鸟最后一只鸟，最后的一个不死鸟。最后，往好处想啊，没有十一白已经是个万幸了，好不好？来吧，最高级卡包随便开，随便开，这个应该轻松就会有蓝了。保底率要上蓝，简直是易如反掌啊！这个给我鸟也是有机会的吧，也是有。拜托，好红，好红，有机会吗？有，没有闪电应该是没机会。干！为什么我的礼包感觉内容都跟别人不一样啊？别人的礼包随便抽都是蓝的，我的礼包随便抽都是绿的，一个蓝的都不给啊！有一个蓝的，果然是要骂才有啊！这个力量非常强大。我们从中间往外对开，扒开它，这个单身的力量到底有没有办法扭转局势呢？赢吧，蓝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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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，保底蓝下吧，来的吧，来一个蓝，为什么刚刚抽到单底？喝下去，又是丹迪，干这什么鬼礼包啊？到底，以后不要叫我买礼包，以后不买礼包了。关台前给我一个好运吧，拜托给我一个新卡，娃娃。吃几张卡、怎么吃三张卡？我操你的女法师、我推两张已经很可怜了，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可以吃三张的，裁判可以让人吃了又吃，吃了又吃，吃了又吃，吃了又吃吗？真的不要再说我不想要紫变啦、这个绿荷兰都可以这样搞我了，你是鬼吧你这个法师。没事，我很坚强的呢。来吧，30血，我们就为了这30血，我刚好蓝布，刚好我又有最高级啊，就是这么刚好。我们来转，我们要消灭者锁链键变更，消灭者，只是几率有点低了，因为他们有人已经做好了。靠背，刚刚那把啊，干呐、刚刚出现的啦，我把它转掉了。哦，阿西吧，跟你们聊天，顾聊天。
刚刚小米就让我转过去，会不会转不到了？我要花好多钱了。完，哎，来了，来了，看到没有？消灭者锁链键 ，this one 旁边是一个干，不干，左右护法两大门柱啊，这两个转到任何一个我都拍桌。我跟你讲，你不要让我，你最好不要让我拍桌，轻松入手，拜托，不要给我五颗银，不要给我五颗银，下去。啊！操！我今天把你搞出来，我怒了。啊，不就三十滴血，很搞得那么硬。就是等一下的结果、啊，就是明明要蓝色，意外出紫。哎、欸，又来了！啊，这个干又是你！来吧，这一场肯定消灭者啦！起！没问题，这个肯定是消灭者所见。让我消灭你们，不要给我烟，不要给我一阵烟。好，消灭者，这个没有就一定消灭者，一定肯定2000000，消灭者锁链键 get， 还需要破灭者以及酷寒之矛。好啦，那我希望他直接让我一把直上加七啊，我不想要再第二把，请让我加七吧，神啊！来吧，加七，轻轻松松加七。No， 加七，干！我操，谁说三次了？还有我酷寒跟消灭破灭者，等一下我们看下分身有没有东西可以搞。哎、欸，他有，哎、欸，成功了，好，完美，完美收割。酷寒跟破灭者，我们进入疯狂模式，战斗模式启动。哎、欸，来了，破灭者锁链键，好，你可以给我木乃伊王冠，我可以接受木乃伊王冠，行啊，单选一，这三把选一把，各位观众下，好离手，各位观众来了，木乃伊王冠诞生。我的手已经准备好，在五卷的那一刻零秒出手，还好他没有让我五卷啊。那这我可能要再拉个蓝布啦，最后一搞把它搞出来啊。靠背啊，我有一把了，干，我有一把了，操你妈蛋，干三小，我今天之所以这么疯癫都是被你们害的，干，我真的不知道我一把，我还没很努力的转，干的我让我的转酷寒不就好了？啊，转酷寒不就没事了吗？直上加七，好啦，我冷静下来思考，这一趴可以啦，直上白五，直上加七，省了三张祝五卷，两张红五卷，爽。好，我们现在剩一把酷酷的毛，酷寒长毛需要什么？高金，最高级金属板两片，直接做。哎呦，我刚才抖一下，那大成功我就跟他拼命。我们直接让他一把过啊，直接上来，拜托一张直接过，我没有钱了，请一张直上，二三四五，来一把直上加七，轻轻松死。五卷啊！好，我们今天只有提升啊。今天我们开台直播再走，提升要有。我们今天提升30滴血，为了这个血量，搞到我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。看一下高级有没有血量，有没有血量？有没有血量？真的很想点他哎、欸。直上，
这把会过，这把会加九，会加九，会。谢谢各位，我们今天直播到这边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帮我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，期待日后能带来更多悦耳的打击声。我是丁丁，我们下次再会啦，拜。